2016年第三届七彩云南格兰芬多国际自行车节昆明站在昆明成拱新区鸣枪开赛。也是他们用自己的尖叫声为自己加加油。本次大赛共有来自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中国大陆、法国等25个国家及地区的908名骑士齐聚滇池湖畔，将进行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既是一场竞技，更是一场其乐无穷的自行车嘉年华。融入竞技精神，时刻挑战您的神经。上午9时，所有参赛选手在成拱新区昆明会堂前的广场集结完毕，蓄势待发。昆明是花的海洋，云的故乡，春的天堂。这是美好时节，2016年第三届七彩云南格兰芬多国际自行车节即将在昆明美丽的滇池之畔拉开序幕。七彩云南格兰芬多国际自行车节开始。随着发令枪响，骑士们便如离弦之箭在赛道上你追我赶。昆明站共进行了男女公路、山地组别的多项赛事，众人护卫，确保比赛顺利进行。一项大型赛事的顺利举办，离不开各类保驾护航的人员。此次大赛是由云南省体育局、昆明市人民政府、玉溪市人民政府、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丽江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北京诺迪维管理顾问有限公司作为执行单位的大型体育盛事。有近1000人参赛，身着5颜6色骑行服的爱好者在暖阳下滇池边形成一条见首不见尾的长龙，场面十分壮观。格兰芬多国际自行车节源于意大利，在意大利语中意为最漫长的距离，伟大的坚持。每届比赛都有上万人参与其中，已成为世界上参与人数最多的超长距离自行车耐力赛的代名词。比赛自2014年举办以来，充分起到了吸引大众参与健身、推广自行车文化、宣传云南各地户外运动和体育旅游资源的作用。目前，格兰芬多国际自行车节已成为云南省规模较大的自行车骑行盛会。
Here, let's take a picture. 就是这个跑步啊，这些踢球啊，都很那个普通啊，比如打篮球等等，到处都能见。后来看到自行车，哎，好像很新奇。然后呢，本来自个儿就喜欢这个有一点刺激的，有一点速度，有点挑战。其实我们骑山地车比较多，骑山地车它技术要求更难。公路车呢，就是速度和一个技战术加体能，而山地车呢，就是说娱乐强一点，挑战多一点，是这样的。一开始还是妈妈要跟着你，带着你，对，还要推着我。今天甩了爸爸多久？爸爸甩了接近一公里。爸爸什么感觉？好啊。真的吗？早晚有这一天的。早晚有这一天，但会有点心酸，因为他会越甩你越远。应该感到高兴，本来就希望他越走越远。这云南这么美丽，而且骑车的环境这么好，佳佳格兰芬多又是一个很好的比赛，所以说我们来了。真的？那像这五站里面，大家最期待哪一站？每一站应该是都很期待，每一站都害怕。骑哪一站？明天。哦，明天。明天的。那次为什么？云江在吗？距离长，距离太长了。距离太长。180。能走多远走多远吧。能走多远走多远是吗？那你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你优势特别大，这次。长距离突围吧。据了解，贾志超途中一度腿抽筋，面对困境，他没有退缩，而是一边坚持骑行，一边恢复。比赛结果并不重要，来参赛就是一次骑行在阳光和美景里的美妙享受。要感谢 Nathan， 要感谢我们的护肤品 Nachi 哈，感谢我们的香格里拉。随着比赛结果的陆续揭晓，七彩云南格兰芬多国际自行车节昆明站的比赛也落下帷幕。最要感谢的是主办单位云南省体育局以及昆明市人民政府对我们格兰芬多哈三年这么坚持啊。今天我们的昆明站圆满就要告一段落了，明天早上8:30我们在玉溪继续格兰芬多。2016年11月7日，七彩云南格兰芬多国际自行车节进入比赛第二站玉溪站。玉溪站共有696名国内外选手参赛，长短距离组的起点为玉溪市聂耳文化广场，终点为澄江县月亮湾湿地公园。上午9时，随着发令枪响起，选手从玉溪聂耳广场出发，争先恐后踏上征程。在完成首日110公里的长距离比赛后，迎来了本届自行车节最长赛程的挑战。尽管赛程最长，但玉溪站的比赛一如既往地吸引了众多自行车爱好者参与。玉溪是本次比赛的第二站，也是五站中赛道最长的一站。短距离赛道82公里与长距离赛道174公里漫长的距离，挑战着选手的体力、耐力和心理承受力。选手出发不久便进入爬坡赛道。车是摔了还是？那个有个人的雪裤掉了，然后碾到雪裤失控。
溪是很多选手爱恨交加的一个赛段，抚仙湖畔的美丽风光将带来难得的骑行享受，但174公里的漫长距离又让选手们担心是否能坚持下来。玉溪因溪水如玉而得名，像似一块碧玉镶嵌在云贵高原。这里山水怀抱，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四季如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作曲者聂耳的故乡。雄厚的两位蒙古选手在30公里后就甩开大部队，遥遥领先。本届比赛设有5个饮水站，尽管长距离的比赛对体能消耗很大，但为了不耽误时间，很多选手特别是靠前的选手都不会停下车来取水喝水，而是在骑行中飞速单手抓水，抓到的喝一口，抓不到的只能等待下一站。老太太，起不成啊？对。看我的运气啦，兄弟。好嘞。刚刚你换轮胎给他，是跟你好兄弟啊。啊，我们都是圈子里面都认识。志愿服务为比赛助力添彩。比赛当天，玉溪师范学院外语学院大三的50名志愿者，在学校陈老师的带领下，统一着装，佩戴工作证，从学校乘坐大巴前往赛事起点、终点和赛道上的补给点做服务工作。到达现场后，志愿者们便投入积极的工作状态，从物品存取、起点服务
沿途引导、饮料补给、终点服务，志愿者们提供了高质量、全方位的服务，成为了比赛现场不可或缺的一道橙色风景线。体育精神吧，然后就是也是磨练每个人的意志力的那一项体育运动嘛。这沿途风景也非常漂亮，而且在这一边气氛也非常好，然后封路也封得非常完美。太完美了，就是各种流程安排得非常的好，然后我也参加过一些比赛，但是格兰芬多就是感觉秩序方面什么都蛮好的，而且风景也非常好。我参加这个原因就是看到他五站的设计特别的好，就是好玩。你觉得好玩你就不累，本来就要累嘛，是吧？格兰芬多的主题是那个漫长的距离，伟大的坚持。对对对，我是一个伟大的坚持。I just had to follow, but I crashed and it's hard. I'm used to it. Wow, it waste your time, I think.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higher thing? But I see guys, they are strong.But the problem when you're not acclimatized, you go at altitude, when you go in the red zone, you go very hard, you don't recover from it. You and like yeah, a plastic yeah. bag on your head. Uh-huh. And I'm pretty sure some guy had this problem. But Lijiang is the highest. Yeah, Lijiang, it will be... Freedom pack? A bit, yeah. I don't have a great record at altitude. I have at Thailand, we climbed at 2006. Oh. And I will be here for already 2 weeks by the time we go to this stage, so I think it should be all right.今天的话，其实赛前我知道要保住这个岭脊山肯定比较辛苦，因为经过昨天的一战之后，今天的蒙古选手。中国选手贾志超在赛后的采访中，他也坦言，从比赛一开始就觉得要在本赛段中保住领旗的位置很难。排在领旗身后的众多参赛选手则纷纷在队列中互相鼓劲儿，加油，一定要坚持到终点。So happy, yeah, hard work.Really? Yeah. The longest stage, yeah. Yeah. Uh-huh. And a lot of climbing. Uh-huh. So you're from the same country, different countries? No, I'm from Holland. Amsterdam. Okay. I'm from England, but I live in Thailand. You live in Thailand? Yeah. Shanghai. Yeah. Because you're the same team, I think. Yeah. So, uh-huh. Is it your first time to Granfondo? My first time. Yeah, for me too. I'm on a holiday here actually, so I just live in Amsterdam, in Holland. Oh, wow. S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mpetition? I love it.
really? Yeah, Chinese people are so enthusiastic, and all the others. And yeah, today we also really worked together, so that was a lot of fun. Uh-huh. Yeah. Yeah.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view? Stunning. Absolutely. I love gorgeous. It. Especially today, it was so beautiful. Uh-huh. I told her, look around. And we were like, yeah, we were suffering. We did a lot of work also, so yeah, yeah. A lot of guys didn't want to cycle in front. So wow. They let the girls do the work. Wow. Same yesterday as well. Like, come on, guys. Yeah, cool. It's super cool. Yeah. But, 当地女子走最小的是一个名的萧景天，是1997年出生的啊。现在年轻人都很猛啊，喜欢自行车，自行车是件好事儿哈。 欣赏完玉溪抚仙湖的美丽景色，完成了全程最长赛段的比赛，不少选手的心情都非常愉快。明天骑士们将动身前往楚雄彝族自治州，暂做一天的调整休息，于后天上午9点从彝人古镇出发，前往紫溪山风景区进行赛程最短也是海拔上升最快的比赛。2016七彩云南格兰芬多国际自行车节进入比赛第三站楚雄站。比赛开始前不久，淅淅沥沥下了一夜的雨停了下来，天空纵美，给选手们创造了不错的比赛环境。参赛选手们斗志昂扬，现场的观众热情高涨。彝人古镇赛道两旁，热情好客的彝家人身着绚丽的民族服装，跳起了左脚舞，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9点整，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从起跑线出发，争先恐后踏上征程。随后比赛有条不紊地展开，一群骑士驾风而行。楚雄站的比赛共有522名选手参加。此外，当地还组织了150余名自行车爱好者参加了体验赛，共同感受骑行带来的乐趣。楚雄站长短距离组的起点为楚雄市彝人古镇，终点为紫溪山风景区，途经东平路、永安路和大白县进入紫溪山风景区。
为保障比赛的顺利进行，连日来州市赛事组委会成员单位反复对开幕式场地、安保、赛道设置、沿途交通情况、医疗救护及紫溪山消防安全等进行多次现场踏勘，同时以现场会的形式对比赛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并制定出更适合于比赛要求的方案。楚雄站赛段是五站比赛中最短距离的，但紫溪山是楚雄的爬坡圣地，在本站您将体验到在郁郁葱葱的紫溪山挑战自我的爬坡乐趣，同时也是所有组别距离都是23.5公里的一站。这样说来，说它是最不一般的一站似乎很恰当。本赛段长距离组、短距离组的赛道长度均为23.5公里，尽管跟昆明、玉溪两个站比起来短了许多，但坡度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赛道起点海拔1800米，终点则攀升至2400米，爬坡赛难度不小，没有太多技巧可言，就是拼实力。因为这个爬坡是全靠实力的，对对对，大部分基本上都是按照自己节奏在骑了，是。加油！Yeah, I'm very tired, a little bit. It was good though. No, I'm number two. Like seconds behind. Yeah, seconds. But yeah, it was.No, about 10, 15 seconds. Back in here. Oh, it was good fun. Very exciting.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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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机制的那个吸氧量会减小。骑这些年骑的头一回爬这么长的坡，是吗？既有意思，玩还痛苦，那种交织在一起呀，那种心情啊，又高兴又难受啊。哇，真的。就最累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最累的时候啊，就是其实最累还真是第二个拔高点，就像飞机起飞第二次拔高似的，哎呦，我心都受不了啊。完事哎，拔上去之后哈、啊，就特别好啊，感觉有意思，那种弯弯的啊。哎，过程当中有觉得说骑不下来的时候啊？有一会儿，但是一定要咬牙坚持。
经过半天的激烈角逐，2016七彩云南格兰芬多国际自行车节楚雄站阶段的赛事于11月9日落下帷幕，并于当日上午12点在宜人古镇碧摩广场举行颁奖典礼。省、州、市相关部门领导等出席颁奖仪式，并为获奖选手颁奞。下一站的比赛将于11月10日在大理展开，届时选手们将感受最美赛道带来的其乐无穷。2016年11月10日，七彩云南格兰芬多国际自行车节大理站的比赛拉开帷幕。本站的起点设在大理国际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来自国内外的679名选手参加了该站的比赛。格兰芬多国际自行车节大理站比赛的隆重开幕，在此我仅代表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和全州各族人民，向各位来宾、参赛运动员、裁判员和新闻界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S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mpetition? I look forward to doing it. I look forward to start today. Yeah. And it would be nice to see the surrounding area around the lake here. 最后，预祝2016年第三届七彩云南格兰芬多国际自行车节大理站比赛圆满成功。我们各位选手给自己加油呐喊，好不好？请主席台上的各位领导，赶紧走，赶紧走！对，传旗一组，比赛，鸣枪发令，5、4、3、2、1，上午9点，115公里长距离赛选手率先鸣枪开赛。5、4、3、2、1，好了，在这里也祝位祝所有的参赛选手能够得到一个理想的成绩，安全第一，比赛第二。15分钟后，43公里短距离赛的选手从起点出发，蓝天白云之下，苍山相伴，洱海相映，带给选手难得的骑行享受。按照参赛组别分，长距离选手389人，短距离组290人，24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参加了比赛。长距离赛道长度115公里，短距离赛道长度43公里。
进行到21.5公里处，短距离组选手迎来折返点，长距离组选手则继续前进。站是骑行爱好者最向往的赛段，骑行苍耳绝对赏心悦目，还安排了众多裁判员或志愿者值守，有运动员通过，他们会不遗余力吹着哨子，摇着旗子示意，为车手保驾护航，成为赛道上一道独特的风景。自行车赛的魅力不仅在于波澜起伏的过程，更在于冲刺阶段那惊心动魄的场面。以60码左右急速呼啸而过，抵达终点的那一刻，总是让车手和观众心潮澎湃。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第二次，第二次，对，你的成绩怎么样？很好，很好。第几名？应该是中等吧，中等成绩。这个路上感觉怎么样？很好，很好，很爽，很爽啊！没事，没事，就跟散步一样的。I was good, it was very good, yeah, I liked it, and we're very close to the sea all the time. It was very beautiful. So, is your first time to Granfondo?It's my first time to Dali and my first time starting in this race. Oh. But I've been to Yunnan province many times. Oh, really? Yes. For competition or for No, I was coach for the Yunnan bicycle, professional bicycle team for 1 year. For 1 year? Yeah. Oh. So I coached them. Practice here? I coached them for the national games 2009. Yeah. Oh. So I was here quite a lot, and traveled with the team also in China. Wow. S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competition? I think it's very nice. It's bigger than I thought. So much than 500 bikers going, starting in all the stages. And it's a big organization, and I think there's very much hospitality. People are very friendly and hospitality. And the five cities? The cities are very, very nice. Yeah. Dali, I've never been to Dali. It's beautiful here. Very beautiful.
mountains and the sea and all that. But I think many young bikers here in China now has begin to like biking and start to train more, and I think you have a growing biking generation here. So let's hope that you have some good bikers also international in China. You have some now, but I think you will have some more within 10 years, I think. Wow. So for you, it's a kind of a lifestyle? Yeah, biking is a lifestyle for me. It's a part of my work also, and I love to bike, and I bike a lot, but I don't bike that fast anymore. I don't compete anymore. So you don't care about the result? No, I don't care about the result. I care about having fun. 只有骑车人才明白它的意义，就是这个是牙盘嘛，然后中间那个培林可以说是那个整个车的灵魂，因为所有的转动啊都靠它，特别有纪念意义。然后这个就是设计的很用心。对，骑自行车啊，跟这个格兰芬多的这个意思，就是它这个意思就非常的相近，就是坚持，就伟大的坚持。就很多时候就是靠毅力的。有时候可能你不想骑了呀，或者怎么样，就咬着牙就说啊，我一次坚持过去，一挺过去。来，我们的轮举一起来合张影，来，我们一起三二一。This is being given by Miss Zhang from the Cultural. 好的，感谢张副举。The Vice Mayor of Dali City, Miss Li. 来，准备三二。The team classification one. 好，再 expect to the 二 ready. 好，三二一。截至今日下午，大理站的比赛已圆满结束。11月12日，2016格兰芬多国际自行车节将在丽江站落幕。2016年11月12日，七彩云南格兰芬多国际自行车节将迎来第五站丽江站的比赛，这也是整个赛事的收官站。12日一大早，赛道起点丽江古城小广场已是人头攒动，纳西族群众用充满特色的民族舞蹈为即将踏上骑行道路的选手们加油鼓劲。参加丽江站比赛的选手共有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686名选手参加了本站的比赛。比赛的起点设在丽江古城，终点设在玉龙雪山风景区，长距离赛道101公里，短距离赛道57公里。从早上起床开始，雪山之巅在阳光的照耀下如披红纱，娇艳无比。自行车运动是一生的运动，各位参赛选手是绿色的行者，丽江是绿色的天堂。5 4 3 2 1。早上9点，参加101公里长距离赛的选手们率先出发。10分钟后，短距离赛的选手们也离开古城，向玉龙雪山进发。格兰芬多国际自行车节如同一个流动的综合载体，将体育竞技、大众健身、风光展示等融合到了一起，
对拉动体育产业发展、促进全民健身以及宣传云南、展示云南都有积极的作用。出发十多公里后的第一个爬坡赛段，一些短距离组选手就因体力不支而选择下车推行。秋季的红叶林、高山草甸、雪山皎洁，不以景观，美不胜收。丽江站拥有着本次自行车节最高海拔赛道，起点丽江古城，海拔约2400米，而设在玉龙雪山风景区的终点海拔则超过3000米。高海拔以及间隔出现的爬坡赛道，极具高原特色的大风，都对骑手们的体力和耐力提出了不小的挑战。风景如画的丽江，不管是举行马拉松还是自行车赛，都会被称为最美的赛道。不过高海拔的赛道毕竟也不是闹着玩的，当经过东巴古路口后，不少人明显开始有些吃力了，甚至有选手还出现了抽筋的现象。但是大家都不服输，不放弃，有人推着自行车向前奔跑，也有男选手在背后给女选手助力，显得很温馨。
在领先集团不断拉扯的过程中，一些车手慢慢落后，最终的大长坡开始的时候，领先集团只剩下五人。I really enjoy exercise, so I stay healthy, stay fit. I think it's very good mentally as well for the brain. So. Which stage do you love the best? Probably Dali stage, because it is home stage, so it's probably my favorite. So which stage do you think is the toughest? Today's. Today, because it was a massive hill climb. It was very steep, very hard to do. After all four other stages, my legs are quite tired. Uh-huh. And so I had a harder time with it today. So now you have finished your whole competition. Yep. So feeling? Yep. Yeah, I feel good about it. I think it was good. I got top 10 for the short race. So I'm happy about that. And I think it was a very fun competition. So there's another Granfondo next year, I mean. Yeah, if I am in China, I will probably join it. Yeah. 太帅了！太帅，太酷了！太难得了！太难得了，武将呀！这是靠自己的努力起来的。今年的这个设计的很好。对吗？是种最完美的纪念，很难得一辈子的努力。这辈子。对对对，来感受一下挑战赛，确实太棒了。嗯，风帆很好，赛道很棒。对，赛道很棒。对对对，人很美。The air pollution a lot, so I think here is nice, cool, and yeah, I love the weather. So you want to take them next year? Yeah. It isn't far from Chiang Mai, it takes an hour and a half to Kunming, and then 30 minutes. No, it's not far at all. Kunming, and flying to Kunming is like flying to Bangkok. You know, it's very. Which stage? This one and stage three. Three? Yeah, stage three was nice. Yeah, I like the mountain, and the city was nice too. You know, I like climbing. I also won that stage. Yeah, I also won it. Yeah. 参加了五站赛事的徐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春城的暖阳，抚仙湖的波光。”宜人古镇的民族风韵，苍山洱海的山水画卷，玉龙雪山的巍峨壮美，都令他印象深刻。格兰芬多赛事经过三年的完善，组织越来越科学，国际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好的，告诉主人一起来合影，媒体朋友请对主持的焦距。三。
吧，谢谢这个。难得这么费心，一定要留张纪念啊。连续举办三届的七彩云南格兰芬多国际自行车节，作为一个知名国际品牌在中国的唯一落户地，已经成功树立了形象和口碑，渐渐成为云南体育旅游的一张名片。丽江站101公里的高原骑行为本次赛事画上圆满句号。综合五站成绩，来自蒙古国的两名选手包揽了长距离赛男子组和女子组的桂冠。首先我要感谢欧迪威，感谢格兰芬多，感谢小郎酒，让我们有这么一次很特别的比赛经历，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完成这次比赛，拿到自己的奖牌。有很多同志可能是第一次拿到自行车比赛的奖牌，很不容易。漫长的路程我们都坚持过来了，以后的骑行我们更加努力。对，骑车多好，骑车这么舒服，这么好玩，好，这么好的风景，有这么好的队友。爱小篮球，爱骑行。好，谢谢。